总统大选最后一里路，英伦政见大 PK。我若当选，四年来爱将咱的基本工资提悬到30,000块。八年，我们要完成20万户，来真正落实居住正义，好不好？蓝绿端出政策牛肉，看得到，但吃得到吗？敬请锁定1月8号起，2016总统政见大检验系列报道。